现在到达汕头市，汕头市的这一座桥上面，桥的两边景致非常的漂亮，然后能看得出来汕头的这个发展也是发展非常不错的，有一部分的老城区，然后也有新城的建设。我来到了小公园，汕头的老街。汕塘文化展览馆、文津公馆。我们进去看看是展览什么东西的。老式电视机，这是做月饼，做各种饼的，做各种饼的模具。这是纯新善堂以前用的餐具。这各种不同样的熨斗，这里这是这种小型的这种熨斗，还有这也是肉票、布票、布票干什么？加开水，然后就也可以加炭火熨斗，这边就是这个老式的熨斗。这应该也是一种熨斗，加炭火熨斗。这个什么咖啡的？这个咖啡应该是吧？我不知道耶，没见过这个。有点像是哦，有点像咖啡机是吧？这个也是熨斗，应该。还有这种最简单的熨斗。这个是怀表吗？是这个怀表。妈妈，这个是秤。哎，我看到了一把枪。哇，这是枪。枪里面的这种子弹吗？这一波是在什么样的呀？这是以前的枪。这波和这个盒子不知道是就装子弹的吗？这个饭盒吧。饭盒。BB 机到这个年代了，大哥大了。BB 机在大哥大了，这些是八九十年代的了。大哥大。泡棉机呢？贴纸机。电话机。手电筒，然后你记得这个手电筒吗？手电筒。收音机。收音机。还有傻瓜相机。对，这个原来的那个胶卷式相机吧。这是什么？蛋糕。这个是什么？